掉人了，掉人了，完了完了。追魂师说他终于把这渡劫作业了，他说交给我打绝对能晋级成功，那么好，居然那么信任我，这把我必须好好打。这个航线恩港没人跳吗？我们直接跳啊，跳那个恩港那个星球。很好很好，居然没有人，哇肥了呀。说完这个星球再收恩港，哎呀这把药肯定很多。太过瘾了，还捡了把信号枪打个蟑螂车。我的药很多呀，20多瓶止痛了，30多瓶饮料，够了够了，有手就行呀。这种局，哎呦这个圈有点远啊，3000多米4000米，得提前往圈里面靠。走吧走吧，这个队友跟我同道中人了，还在收药。这个队友我们先进圈吧，不管他们。哎呀这个队友没车吗？我才发现要把他们麦毙了，我都没听到他们说什么，我过去接他们吧。你好，你走吧，你这个装甲车太慢了，你赶紧走。哎呀还嫌弃我的车慢，哇靠我进圈了，哇靠快快快快快，感觉来不及了，2000米，等我跳秒了。完了完了，450米之内完了，18秒，哦打药赶紧。哦还有是个下坡，要上坡就完蛋了。这个圈要进到450米之内，要不然就直接跳秒了。进了进了进了，就慢慢来吧。哇操直接被秒了，这两个队友完了，被同一个人秒，我靠是不是怪呀？这个圈要进到180米之内，要不然就容易跳秒。可以说我这个位置基本不用动了。我糟了，还有20个人啊，还要掉这么多人才行。还有20瓶，1瓶止痛药能来得及吗？我操，到底能不能进呀？掉人了掉人了，赶紧掉赶紧掉，一下子就掉了这么多。来吧准备刷毒了，来吧兄弟们看我表演，还有还差5个人，准备看我表演，还差4个，还差4个，我可以偷17秒，可以偷，打点伤害吧，要不然一整局一点伤害没有，虽然说晋级赛还差2个，都有2个啦，完了完了，毒来了，最后2个，最后2个，3、2、1，跳！猛打，猛打，猛打！止痛药不要停，15秒就没了，还差1个，还差1个，只要失误这1秒，只有直接没，千万不要失误，千万不要失误！我靠，我靠！哎，倒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补了补了，补呀！别输别输，别玩卡别玩卡，我靠我靠，赶紧打一根针，进了进了进了，哇操好险啊，这个时候就最紧张的时候了，只要失误1秒就直接没了，我还有药，我还能扛我还能扛，你们猜我能进第几，还能扛还能扛，还有戏，掉人掉人继续掉，反正我已经进了。恭喜这位粉丝喜提卓越，哇靠还能扛还能扛，10瓶止痛药要打一根针才行，要不然打不上了，就差那0.0几秒，扛毒的前提下药必须要够的，至少要20瓶止痛药30瓶饮料，嘿嘿我靠了呀，还有4瓶，不急不急，上爵士轻轻松松，有手就行，恭喜这位粉丝，学费没学费没，兄弟们学费没有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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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零杀零淘汰，成功拿下成功拿下，简简单单。